好，握拳先起身，一个横锤，系啦，小前手。转头就考试噶咯，而家个心情点样啊？有少少紧张啊，我会全力以赴完成呢个考试咧，希望自己会合格啦。大家信心先，我俾咗咁多时间去操练，有好大嘅信心，希望会合格。龙仔，转头就要考试噶咯，而家个心情点啊？而家个心情好紧张咯。咁对个考试有冇信心先？昨晚想到很多东西，但是今早上起身都对自己有很信心。師傅，我想問一問啦，即係完成呢兩個月嘅訓練啦，咁樣，咁你覺得呢兩個學生嘅表現係點啊？其實應該是合格的，因為佢兩個之前是未學過功夫的，對功夫是一竅不通的，由開始習下馬、練啲基礎、拉下筋、踢下腿、發拳，我見佢之前都見佢好辛苦，都流曬汗咁樣，但是慢慢適應咗之後咧，咁佢都掌握到一啲技術啦，咁同埋個鬥心幾強，因為我哋實際兩月咧掛咗好長，咁但係實際正式我哋係教佢嘅時間咧，其實唔係咁多嘅，好多時間裏面咧都係憑佢哋自己即係喺學校啊，或者完成功課之後咧，自己盡量抽時間去公園自己練習，咁所以佢嘅進度咧，其實我哋感覺到滿意嘅。今日你兩個表現咧，透過呢個考試咧都打得唔錯。兩個基本上都是合格的，不過都仲要好多進步空間，仲要繼續加油喎，堅得。龍仔，考完試喎，而家心情點啊？而家心情啱開頭，考試之前我係好緊張嘅，而家考完試又成個人放鬆曬。我想問下你啦，咁完成咗呢個訓練啦，其實喺未來日子咧，會唔會對自己有啲咩嘅要求啊，咁樣或者目標咧？我想想再练落去，因为我想将呢个门派嘅功夫传承落去。好，咁啊，斌仔，啱啱考完试咯，师傅都话你个成绩唔错，合格喎。咁而家个心情系点啊？非常放松啊，而家成个人都好似飘晒咁啊，非常兴奋。Okay, 好，今日我再想问一下你啊，斌仔，我觉得你经历咗两个月啦，咁样嘅训练啦，中间亦都好辛苦啊。都有困難啊，想放嘅時間啦。咁你覺得你喺呢兩個月入邊，自己有邊啲地方係成長咗咧？譬如主動咗啦，同埋與人相處好咗啦，懂得與人哋溝通。而家都係同啲比自己大啲嘅人互相溝通，同埋學習佢啲好嘅嘢。